来吃吃看这款饼干，它是克乐比的抹茶口味。每一根都有裹到均匀的抹茶，来吃吃看。外面的抹茶那一层是软的，有点像白巧克力抹茶白巧克力的感觉，其实就很像裹上了抹茶白巧克力酱的夏威鲜，还不错吃啦。吃咖喱饼，对，冰与火之歌。